看到这个不是 Michael Jackson 复活了，而是彰化西州的这一位外务员，他卖奶粉的，但是呢从小就很迷 Michael Jackson。 这一次呢他竟然做了一个稻草人，而且你来看那个样子哦，整个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样子，就这样子矗立在绿油油的田里面，想说要吓小鸟，没想到三更半夜吓到阿嬷。这位男子跳出 Michael Jackson 最经典的舞曲，不仅抓裤裆动作都很像，还有服装也很像。这位 Michael 迷不仅自学 Michael 舞步，连自家围墙都画上了 Michael 图像，甚至还把 Michael 装扮成稻草人，做了一个人形立牌放在稻田里，为他取了个新名字，叫做抓鸟稻草人。今年就在收稻的时候啊，然后就是我爸每天都是去田里赶鸟，然后就是突然想到就是麦克很会抓鸟舞啊，所以就请麦克去田里抓鸟这样。把民众做的 Michael 稻草人立牌和真正的 Michael 比一比，真的很像。或在彰化西州乡下，大部分都是老年人，对 Michael 并不认识，还有人甚至在晚上的时候被吓到。贝尔年纪有时候会复灵吧。说那个有灵吧，对啊，对啊，如果麦克能回来那也好。其实这位 Michael 迷真正身份是卖奶粉的外务员，他从小就是 Michael 迷，突发奇想做了一个 Michael 稻草人，做的惟妙惟肖的，被路人发现之后抛上网路，意外爆红。中央新闻陈梦辉彰化报道。